预算500，清空鳄鱼饼干。你们帮我数数拿了多少盒？喜欢蜡笔小新扣一，鳄鱼扣二。你们集齐饼干里的贴画了吗？看我买这一点能集齐吗？点小星星给我加加油。猜猜这次花了多少？拿了多少盒？一共是超500了吗？下期看我拆。有成拆饼干，一蜡笔小新贴画，有20个图案。我会拆掉什么？第一个，喜欢小新扣666。第二个，小新去野餐。第三个，小新 emoji 了。第四个，上课睡觉被抓。第五个在哪？又是春游加尔。第六个，下雨天。第七个，哄妹妹睡午觉，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两张一样的了。下雨加尔。第九个，吃冰淇淋太萌了，感觉不妙，哄睡加尔。第十一抽的是哄睡加三。第十二，摇滚头是谁？第十三，空的，同意小新淘气的点小星星，是在跳舞吗？第十四，美牙生气了。第十五，我最喜欢的那一张耶。一共收集了几个图案？